哎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有，等一下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漂亮漂亮！哇，没打到。OK，没有他了，没有你要他了。绕后路吗？要绕后面，绕后面，绕后面。有他。死了、啊。射！但剩哈基，哈基满血。看一下哈基哈，哈基还在叠，还在叠，还在叠。嗯，他空装。我的天啊，刚刚真的是有够惊险。我还以为繁星活着。没有，我本来想绕路去打喵哈。血很少，这个我们都血很残啊。哇，你也残血。啊，都残血，剩哈基。还好我有，还好我有一点点微小的装备。他下来喽，他下来喽，他下来喽。我看到哈基过来了，我看到那里前面。哈基下来喽。让场地复杂一点。就是他过来的话，只能走一条路的话，我就有机会烧到他了。好。你那边有可以做金苹果吗？你要做金苹果吗？有，你有黄金吗？对啊，他只有木剑，他只有木剑，只要举盾就好。卢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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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米。哎呀！知道他来了。没有看到他。一把木剑。我还想说要把金苹果丢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拿一个木剑。卢米，你不是一直在看着他吗？卢米，没有，我在看着你。看他干嘛啦？没有人在看你呀、啊，完全没人看你呀、啊。我想说，你在看你，我这边就赶快再工作一点。哈基，你知道我们放你走的原因是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说，哈基剩一个人，不要让他当 PM 兵太轻松了。我们就放你一个人生活，好过分。不然的话，你过来如果看到，就还有得打，而且你就没。我刚刚讲，卢米，举盾就好，举盾就好，就死了。我们丢苹果，因为我听到后面繁星挖过来。嗯，干嘛偷来我们的小洞玩？对呀，我没有挖到半个箱子我找不到，我也找不到箱子我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只木斧，一个木剑。我找到好多，好梦哦。我找不到，有超级分散，大家都去找箱子，真的，超级桃木剑。最强的就是一把桃木剑，而且是用 1.8 的打法啪啪啪啪，接死巧克力算一滴而已啊，对啊，半颗星，摸一下就不见了，可是有看到还是有机会啊，因为可以用盾防一下。哇，这个地图很棒，好久没去 Happy Soul，Happy Soul。哇，也是空岛耶！哎，你们在他讲了，要让他以为是那个是啊，破土了，哈基破土了，哈基重登一下，破土了。我觉得那个画面有点怪空岛不太适合有什么这种树木呢？为什么这这地图坏掉了，换一张啦，哇，坏掉了，不行啊，越坏掉的玩起来感觉越好玩越坏掉。看有没有。这句话很微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有，你们不要乱想哦。什么坏掉最好玩？食物吃啊。哎，不好，我要去找熊猫。就知道有这样。有吗？有熊猫吗？不知道啊，没看到，摔死了。我们待会还可以再制造一只摔死熊猫，很可怕了。你们要熊猫吗？熊猫很凶哦，小心哦。想想哈基上次一巴掌，嗨哦，很多来哦，一样哦。好，也有同队伤害要小心。好，是刚有哦，刚刚没有，刚刚没有吧？想说看到这个场地，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有暴怒啊，暴怒的人，挑起争端，对，又下去了，谁？你好，哦，我剩团哎，是啊 ，HTT， 哎 ，HHT，HHT， 蓝色感觉会最凶，他会把那个绿色加红色都吃掉。哇，他有加成属性，好可怕！尾下来有没有？就是一个人然后要吃下面的，怎么没有色尾的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
好可爱哦、喔！没咖啡色的哎、欸，太超可爱、欸，是不是卡住了？欸、卡住了，太多了啦，不见了，飞出去了，我分散出去了，好了。哦，哇，是这样哦、喔。对，你还可以派遣出去哦、喔。哇，哎、欸，你有一只没派出去哎、欸。派遣失败，派遣派一下，派一下，我派一下，我派一下。哎，你去哪里啦？你真的是怪怪的啊！哎，这个落点好像没有很好哎、欸，系统出问题。然后等一下有那个缓降哦。好，然后自己找好地方下去哦。如果找不好，就直接一队就掰喽。好。好来分散，开，开，打架，打架，来来来，这边有房主哦，这边有很多房间哦，我的，我要派发咯，上来了，先去啊，偷偷下去，好了，他们一人一间，一人一间，要往哪里？看你啊，带吧。往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就突然跟我讲。好，我跟你走，跟你走，哪边哪边哪边。我带走走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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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喽。哎，团团也走这边嘞。我看到，啊，这掉的太快了啦。真的。哦，这边好空哦。我想去找看有没有箱子。啊，这也是快速吗？嗯，吧，是吧？哎、啊，你刚刚怎么那么快跑来打我啊？啊，没有，就看到人就直接打啦、啊。哦，对啊。你是上来才看到，还是从远方就看到了？就转头的时候才看到你。哦，我也是看到你的头顶的时候才看到你。我有看到人，哎、欸，看到人直接开打了。没有讲太多，反正快速场嘛。来，个，然后我需要斧头。有了斧头就可以去探险了。走路。找到了。有箱子了吗？苹果告知。哦。OK， 好。我要去试试看看了。有没有箱子？真好养。哪里有箱子？哦，这个洞。小心小心！我看到哈基，我看到哈基，打他！打他！我来了！走，冲啊！哪里？冲啊！冲啊！好说快跑，好说快跑，我都听到了。小雨，不要走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我是看到箱子了，挖一下。快赶快！我来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，我快追到，我快追到了。啊、小雨，我没看到你们。在团团啊，知道。耶！哦，小雨，不要跑！啊！哈达，哈达，哦，耶，两个。哎呦！看我跟你的血。哎呦，哈基，哈基，我根本没看到你们呢、欸。我等一下，我以为我杀到。我根本没看到你们啊！我是完全走反方向吗？等一下，你在哪里啊？是吧？我看一下你在哪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右左边，左边。哎、欸，很远很远。我给你报个位置哈。哦。步九七，步一四一。杰克，你有没有看到你那个楼梯？不是，这是哈记，是哈记，另外一边。左边走走走，往前往前往前走往前走，往前走往前走，往前直直走就后队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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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走就对了。有没有看到一个垫起来的人？有，就他打他打他，他没有建材，他没有建材，他没有建材，打他。折上去折上去，不用怕不用怕。我也没建材啊。就是他，让他在上面，你在旁边收集建材。他顶多掉在跳在叶子上吧，吓死我！我到底不要突然开门好不好？干嘛突然去敲门啊？没有，突然在开门。你干嘛？你叠不
你木头，他头上，看你头上，看你头上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你去收集木头啦，他没有木头啦，跳下来也是死哦。对啊。你快点，你要嘛被三个人打，要嘛跟他打嘛。啊，他跳旁边的丛林，跳旁边了。那个最高的，对对对，那棵树，那棵树。对。快点快点，他在想办法要跳下来。这是熊猫被电出去了，电出去了。熊猫，你要不要烧死了？熊猫。杰克，他你的右手边，他电出去了。你先收集木头吧。他现在木头有限啊，顶多他就是拆掉原本的路，然后补回去这样子啊。他出去了，他出去了。他跳到竹子的位置。白痴啊！我是觉得他会。哇哇！南边的头来当垫脚石，哇！我可以把他下面的竹子给打掉吗？你不要跟上去吧，我觉得你从下面把竹子打掉，你还会赢哎。对啊，他就直接摔死哎。你好忙哦。真的，我好忙哦。他还在垫，他究竟会不会摔死了？我太慢了。他就要摔死，没有。他在爬竹子，他自己做音架就好了、啊。快点，杰克！杰克过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在跳，他在踏竹林。转弯，转弯，对！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。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快点！把他座位打掉了。打竹子，快点！他附近。你看上面，往前，边边那几根，啊，他电走了啦，白痴！杰克你在干嘛？没看到，杰克，你在这里不会影响到他，要在上面的竹子，这边的不会，没用了啦，他啊，你把附近竹子都打光好了。这附近的不会啊，你要在上面的才会影响到他。嗯，另外一座岛对面不是，他屁股那边。你的背后。你背后那一边。那个高的地方。对、欸。不是啦。地形都比较高的地方。地形比较高的地方，你这地形矮的地方不会影响到他。嗯、不是那边啦，你去哪里？回头。我要从这边上去哦。没垫脚石了。我快没了。哦。他在上面，他要垫出去，跟上去。哎、欸，你快没了，那、啊、你可不可以做音架？音架怎么做啊？不是做过哎、欸。竹子合合看啊，四个吗？你看一下配方嘛，上面应该有配方可以讲。对啊。竹子。哎、欸，他又开始垫那个，他这个开始垫东西了，他又开始那个在竹子的顶端了，快！我听到尖叫声了，摔死了！那另外一队在哪里？直接摔死！啊，另外一队嘞！哎、欸，好远哦，你们在？超远！你们 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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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烫到？我被竹子卡到。竹子。被竹子夹死啊、哦！没有边界来哦，然后竹子我走出去，蹦，他们自己卡起来，蹦。我靠！好赞！我们在边界那边啊，后面两个人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啊，他自己怎么了？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他自己在那边用在那个竹林上面跑酷跑。你有看过少林吗？自己以为在竹林，那边站木桩有没有？对啊，失足摔下去死掉。他就单脚金鸡独立站在木那个竹子上面。
对，我想说我刚好看到一个那个熊猫掉下去，然后哈基就死了。从头到尾都在玩熊猫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想杰克呢去捡了哈基的装备，他在看在看，然后看一看就被夹死了。坐在下面，那边跳跳跳，短腿短彩头，不要。哈基死，我们在那边丢西瓜，丢一丢，就获胜了，从头到尾都没做事，这好笑。西瓜是露米拿的哦，不要问我。我是老师分配出去的。干我屁事！莫名其妙。这么搞笑，死掉了。抽奖，烂游戏。啊！抽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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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